那接下来我们要玩的游戏呢，是野田猫汉化的游戏，那叫做暴食街。嗯，暴食镇，暴食镇，上面写暴食之街，所以我刚很理所当然就以为呢，我不知道跟七宗罪有没有关联。不知道他这个是就是恐怖的动作游戏，有追逐又有射击要素那一些的。那他的故事剧情的话是说，这个游戏告诉我们不要浪费粮食。对，他就是一个浪费粮食的故事。我们要操控女主角呢，来面对就是浪费粮食的后果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啊 ，Go Go， 我们要开始用餐啦。爸爸喂，大家操纵方法，好，可以。欸，可是我是有摇杆的，摇杆没有 Q 欸。啊，算了，等一下再说啦。好，这边的话应该都没有问题啦。本作品包含血腥暴力以及恐怖描写，请不适应的玩家慎入，呵呵。主角对待特定角色的态度可能会引起您的不快，还请您注意。OK， 对，他说特点房间仅对通关的玩家开放，所以代表说特点房间是没有办法做实况的部分，好不好？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，欸，到时候可以自己去野田猫那边下载汉化的游戏，然后来玩看看。来吧 ，Coco， 我听到了，我听到 Coco 声了，大小姐，罗莎娜大小姐，您已经起来了吗？还没。哦，红眼睛的妹妹，她刚眼睛怎么了？早膳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哎呦，她头发好长哦，到她屁股嘞。哇，头发超长的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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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认真的，我说认真的，如果不是她的穿着啊，我刚刚看到那个图，我会以为是一个男生，然后。被我们握拳欸，好，这就来。他的动作让我想到雨光的那个动作，就是握拳的动作。我刚刚还以为一个舅舅站在我面前欸，这一个图充满着力与美啊！我的天哪，啊！早上好，父亲母亲。这个就比较正常一点，这个感觉比较柔和。刚刚那个整个充满着力与美那感觉，就是线条非常硬。很硬核的那一种。早安啊，罗莎娜。早安，罗莎娜。快快快坐好。嗯。我们现在是要吃东西吗？应该是哦。那就开饭吧。开始吧。好的。好吃好吃好吃 ，yummy yummy yummy yummy， 好吃好吃，赞啦 ！What the fuck？ 干嘛？他把那用掉？罗莎娜，你又来了，有这么难吃吗？你的偏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！太过分了，父亲，这么难吃的东西让我怎么噎得下去嘛？我都说了多少遍要注意烤的火候，真是没用的渔民。哎呦，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骄纵的大小姐哦。哼，会讲这种话的那种大小姐应该是非常骄纵的。喂，你们这些榆木疙瘩都干什么吃的啊？不赶紧给我撤走。就是嘛，快点撤走，万一冷到地毯上洗不掉你们怎么赔？这个妈妈长得也有点也那个五官有点立体啊。其实我说认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她比较像男，她像男生多过像女生，撇除掉身体两颗篮球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俩都别激动了。罗莎娜，让厨师们回头按照你的喜好给你烤肉吧，这次就先忍忍了，乖。都怪那些渔民害我饿肚子，等一下得针灸一下。呵呵。然后这些女仆在讨论什么？你好可怕哦！虽然因为那些渔民而花了不少时间，但总归是吃饱了。既然肚子填饱了，就找点事情打发时间。等等，可以开始在室内探索。想查看房屋结构，可在菜灯的物品栏内重要物品中查看。
此外，需要推进剧情时，可以去罗山的房间调查发光处。关于上述以及其他说明，可在物品栏的说明中反复查看。所以意思是说，现在我们可以哦，可以，我们可以自己成长啊。他的动作真的超级像的啦，怎么办？我以为我在看啾啾，哎，好可怕哦！这个地图搞混了。哟，大小姐，你听我讲啊，这是我专门给你配置的秘密酱料啊，现在在做着呢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可得格外褒奖你了。不过你的嗓门太大了，小声点。啊，是大小姐。这也太小声了吧，再大点。是大小姐。话说这秘方呢，里面放了我从老家带来的蘑菇啊，就那香好看的蘑菇，一个就够鲜美了。下次我什么料都不加，让您尝尝原汁原味的。嗯，这是一群蠢货。你可以再跟他讲吗？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你还是闭嘴吧。好北蓝啊，我搞不懂到底是谁北蓝的啊。大小姐，很抱歉之前的肉做的不好，有自知之明的渔民我还不算讨厌，这次就饶了你吧，不过下不为例哦。而是大小姐，所以这是刚刚那个厨师里面塞满了我吃剩的食物，我也没办法，谁叫他这么能吃。九九，让你想到三个男人，说月下三基友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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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我靠，哎，他这样子浪费多少东西啊？真的是有钱人就是任性哎！我的天啊！哎喂，就你，大小姐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什么吩咐不吩咐的？居然敢给我在这里偷懒，胆子不小啊！啊，想挨罚？哎呀，原谅我吧，对不起。啊，对了，你是，请您吩咐。你玩的是什么玩具啊？拼图吗？是的。现在这么无聊，偶尔也玩玩渔民的东西吧。好，来玩一下啊，拿来我试试。啊，大小姐，您居然玩这种老百姓的东西吗？是啊，反正我也没什么爱好，每天都闲得发慌。所以偶尔来体验一下渔民的娱乐啊，强迫症有可能哦，也无伤大雅吧。嗯，既然您这么说，那请玩得尽兴，那是自然。还有，等我弄好了这个，你得拿出点好东西给我哦。啊，这，你这个渔民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、啊？这都在我摆弄的时候，你就去准备来上供的东西好了。我知道了。前言：用 PC 操作，键盘或鼠标均可哦。对啦，退出啊，放弃啊！我讨厌这病毒。现在你别搞错还玩呢，好吧？我先给您准备奖品，想玩再叫我。不是啊，我讨厌这种拼图啊，这种拼图很难呢、欸。居民的日记本上面写的驱魔方法，大小姐请不要看，不想让别人看见就收好啊，你个渔民。驱魔嘛，你是想要帮大小姐驱魔是不是？这应该很多音效都会用到啊。母亲心爱的饰品，那请问一下，右边那一个马桶的手也是你母亲心爱的饰品吗？我怎么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？这是三小。给我纸！啊！我直接把它盖起来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傻小啊！啊，大小姐，您看我打扫的多干净，怎么样，都是很光亮吧？什么叫打扫多干净？这不是你们这群渔民分内的事吗？怎么，你难不成想说之前打扫的不够干净吗？啊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实在抱歉，你知道就好。好冷淡哦，他真的是完全被他老爸老妈教坏了。哎，晚上好。对啊，娇生惯养，然后对待谁都是那一种，就是一副好像他们就是天生欠我几百万，然后我是贵族，他们是他们的王那样子。我讨厌枪太可怕了，杀伤力很高的手枪。
完全看不懂的书，那是因为你是臭文盲。啊，洛莎娜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怎么了吗，父亲？我刚买了新相机，快来当我的模特。模特啊？好啊，来啊，好啊，可要把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没问题，快站到相机前面。晚上好，嗨嗨。哦，拍咯。好。还没有烧起来啊？怎么样，父亲？效果好吗？父亲，直接过去看，到底拍什么？给我看看。等等啊，罗莎娜。傻小，你们这一间是不是怪怪的啊？而且你为什么看到阿飘，你超级无敌淡定欸？他对于阿飘出现好像一点都不意外一样欸。画风是故意画成人偶的感觉，我不知道，有可能。这搞什么名堂？怎么拍出来是个没见过的渔民啊？就是那个所谓的灵异照片吧？是吗？那这个就是鬼魂喽。讨厌，等一下给他撒点盐好了。啊，可以吧？也许。我去把这张照片供养起来吧。嗯，拜托了。到底，居然拍到那么可怕的景象。不过最可怕还是咱的闺女啊，我可都听见了，父亲。所以那个阿飘在哪里啊？我好好奇哦。阿飘呢？来吧，大小姐，您心情如何呢？嗯，就因为某些渔民战战兢兢的来打听，我现在心情不太好了。对不起。干嘛？没什么。他们到底是来干嘛的？看来这个大小姐平常没有少折腾这些仆人啊。哎呀，罗莎娜很空吗？没事出去走走也好啊。不要，我才不要出去。这算不算是所谓的家里蹲啊？我有什么办法？外面的渔民比家里还多啊。不用担心，这阵子算是富人区了。也许你总待在家里，所以不太了解，没有那股渔民味儿。富人区，但还是比不上咱们家吧？那还是渔民啊。嗯，的确，这里没有比咱们家更有钱就是了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就是嘛。就算那些人比这群渔民高贵，愚不可及的蠢材还是比家里多上百倍、千倍。所以我还是不要出去啦。好吧，那就不勉强你啦。嗯，就这样。听说买了相机，待会让他给我拍照。那个相机还拍到灵异照片呢，靠腰啊，这看起来超像九九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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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荐走。对啊，精神层次的变化哦，来吧。嗯，果然不管有多空闲，也没有想做的事。待在家里非常无聊，但我也不想出门啊。唉，如果能发掘什么兴趣爱好就好了。可惜我什么爱好都没有。没有错，就像我一直单纯喜欢耍废，做什么都只有三分钟热度，难以长久，每天都十分枯燥，就没有什么乐子吗？龙王天的旅程从此展开。我知道根本不可能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，既然如此，还不如直接上床睡觉，梦里什么都有啊。昨天根本睡不着，在渔民叫我起床之前，我早都醒了，所以正好睡上一觉。不过现在时间还早，饭还没吃呢。唉，不过反正也无关紧要啦，都怪渔民早饭弄晚了，我现在一点都不饿。如果真的做了饭，就直接扔掉吧。这发觉兴趣可不是普通的夸张哦，来吧，让我做一场好梦。发觉什么样的兴趣？你们这样讲，害我有点好奇，有点期待呢。要保留成长吗？好，好来，希望那个图不会影响太多。女主角为叮叮叮叮，嗯，
这是下午了吗？哇，吓我一跳，都傍晚了，我睡得还挺沉的，别说做梦了，就连午饭的叫醒都没有听见，就算听见了，肯定也是睡觉大于食欲，总归是会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吧。不过没吃午饭就一直睡到现在，还真是有点饿了，让那群渔民早点准备晚饭吧。哎，你们还在那干嘛？你怎么又买新手杖？都第几次了，别总是在这种东西上乱花钱。哦，可是我很想买嘛，饶我这一次吧。你这是想气死我吗？哇，河东狮吼好可怕、啊。怎么说都不听真是的，这个人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。买什么手杖？哎老爸，那个把那个什么你的东西贡献出来一下啊，快点。这回手杖又有什么？该不会里面有封印的钥匙吧？隐藏着什么神奇力量的钥匙之类的？而且刚才我去您的房间敲门也没反应，您是睡下了吗？是啊，看来您睡得很沉了，辛苦了。嗯，对了，厨师们呢？现在是休息时间，大家都在自己的房间里。哦，哦，是这样。嗯，那我准备画画，大小姐呢？你自由着自己画吧。嗯。欸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啊，我真的看到了人面狗，欸，真的是吓死人了，我自己一个人都不敢去厕所了。骗鬼去吧，肯定是你看错了，总是这么一惊一乍的那里啊。老师傅你说是不是，肯定是要看走眼啦、啊、哦，那我可不对啊，托米，我相信那里啊，那肯定是人面狗。嗯，对，没错。那还是老师傅好，肯信我说的话。那可不。哎、欸，不对吧？你不是我这边的吗？哦，今天真倒霉，被那任性大小姐欺负就算了，连你也不帮我。哎，真是走运。喂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再讲啊！大小姐，您吉祥啊！你没看到吉他老婆都闭嘴了吗？喂，渔民弟，我记得你是叫托米对吧？我肚子饿了，能做点吃的吗？啊，是，我马上。吉祥宫廷去，人面狗最想让民国，那也不是人面狗啊。哦，对了，渔民弟，你忘了一件事哦。您说是什么事？你这个月的薪水会让父亲扣掉一半的。哼，不要啊！不满意？没开除你就算客气喽。感谢您大发慈悲，没有解雇我，大小姐。感觉很气，快点准备吧。是。感觉他很气。您吉祥，欧美不会用这种词吧？可是不一定吧？我觉得就算用，也不会是我们知道的、啊，因为都是我们这翻译过来，一定是按照我们这种习惯啊。他可能说您贵安，或者是说您还好吗之类的。嗯，行了，我吃饱了，麻烦你收拾一下。好的，交给我吧，大小姐。他真的是非常骄纵哎。啊，不是大家也是老佛爷啦，我看你就是把老佛爷放在眼里啦。看来那个不是那个吉他老婆都没讲话啦，他也敢那边喂什么卢伊娜，这个叫卢伊娜，好，太气人了吧。他们两个想干嘛？你们两个想干嘛？嗯，虽然这里的薪水和住宿都没得说，可也太难伺候了。怎么会教出这么任性的孩子？饭也不好好吃，剩那么多，世上还有那么多人饿肚子呢，一点自觉都没有吗？真是难以置信。这种面不改色，让我们拿去丢掉。垃圾桶里永远都塞满了剩饭，不知道浪费粮食就是极大的犯罪吗？真该让他体验体验没饭吃是什么感觉，他可能就明白珍惜粮食。你继续讲啊。
继续讲啊，继续讲，快点说啊，我叫你大声说。